刚开始接触都会画上等号。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行业，直销传销在台湾已经第37个年头，正规的 A 公司进来到今天。但是为什么大家听到找人分享资讯、找人分享产品就是直传销，就是有的人甚至称它为什么会老鼠会？因为那么多年来伤害的多，获益的少之又少又少。我跟一般人一样，第一次听到市场计划奖金制度，我跟大家报告，我真的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外面的污染太严重了。我问当时我请教的领袖，我们的袁老大，我问他说，艾多美一个月最高可以赚多少钱？因为他去韩国看了公司回来说，他说大概300万左右。我说3000万一个月我可能都没兴趣，为什么艾多美只赚300万？那都没有，这个都是人很可爱的地方哦。我自己以为自己做业务做行销还算有点经验，但是自己从来没有赚过200-300万，还嫌300万少。大家朋友，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无知跟愚蠢？这个就是人，这个就是人。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我说啊，这个位置能不能空降？能不能用买的就可以来经营这个位置？哇，结果我们袁老大他说不可以，这个公司是正规经营的，一定是一步一脚印的，没有所谓的空降，也没有买卖会员资格的条件。我说做生意嘛，就赚钱啊，对不对？聪明的人都懂得取巧啊，我干嘛从头开始排挤？哇，我这个很不解，爱多美怎么会是这样的？再来，他说不用入会费，不用买货，不用每个月责任额，也不用每个月小组的业绩，更不用年费。我心里更大的怀疑，我心想什么都不用，钱从哪里来？加入之后我就消失了一阵子，也跟外面的消失大师是一样，觉得这个好像是一场误会，尤其是韩国来的，从来没有在台湾成功的经验过，那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真的是不晓得自己的眼光看不见，还是自己的障碍太大。所以说真的艾多美真的不一样的机构跟机会。艾多美公司所走的就是大众精品，也就是一般的小老百姓都买得起用得起好的产品的相关系列生活用品。那当然好的生活用品为什么消费者会买单？因为要有好的品质以及低廉的价格。好的品质低廉的价格，消费者自然就会来购买，不用你去特别推销，不用你去特别卖产品。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推销，更多人也不接受别人的推销。那艾多美完全符合这样的趋势以及潮流。那想成为艾多美的一份子，要有一个推荐人、介绍人，介绍你加入成为会员。那公司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就是线上就可以注册会员。当然，台湾的法令特殊，所以说要50块的工本费。那一年只要买一件产品，就可以保留你的会员资格。在座的会员朋友们，最便宜的产品是多少钱啊？你买的跟我买的通通是一样。所以说，真的，当入会的会员跟星光都一样的责任，不会因为今天加入比较久，就买的比较便宜或者买的比较贵，所以说这个是所谓的齐头式的平等。艾多美公司为什么可以传承百年？艾多美公司为什么可以无中生有？艾多美公司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那么有
绝对的竞争力，是因为我们每一项的产品都有点数，我们每一样的产品都有积分，所以说用越多赚越多。我们产品的特色就是低价位高点数，就像牙刷一盒，在座的会员多少分呢？5000分，台币多少？超级便宜。所以说很多人因为牙膏牙刷而进来参与艾多美，那一个百年的事业，传承三代的一个事业，那到底是怎么一步一脚印？当然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开始，个人累积消费从10000点开始，哎，你就有机会获得奖金。艾多美的奖金制度超人性的，我跟大家报告，回想5年前我的第一笔订单10000分，大家朋友，我真的不晓得买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家里的生活用品基本上都是老婆在处理，我想说啊，听一下半个小时就要买10000块，我以为是10000块，我真的想不出买什么。结果我的介绍人说，他说不是10000块，是10000分，大概台币700块。我真的挑半天哦，我挑了一盒牙膏，一排牙膏啦，一盒牙刷，就这样子打发我的介绍人。他跟我讲说，你累积10000分。就可以累积你伞下无限的会员的业绩。我心想，来了嘛，对不对？总是要捧场一下，几百块还买得起，真的挑不出自己要买的东西。当我第二次下订单的时候，就70万分，纯粹个人的观点。为什么？因为我看懂艾多美，我知道这个机会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是叫大家买70万点吗？我是说我自己当时的心情，本来还要继续买，继续买，因为那时候公司还没进来。等公司2014年1月10日正式可以订货，信用卡马上拿出来240万分。我是说我了，我了，我叫大家，我说哇，这个真的是一个百年难得大商机，而且是穷人翻身的好机会。所以说就这样子启动了艾多美的一个事业。所以说从70万，从30万，从150到240，你个人的消费可以慢慢累积。艾多美公司没有叫会员规定要买多少，也不必要规定你一定要买多少。为什么？因为采自然消费，想要再买需要再买。我们的产品都以点数为计算，你的左边假设是大边的，右边是小边的，那你只要累积个30万分，就有领奖金的机会哈，领奖金的。但是你不要忘了自己要订购多少万点以上。好棒哦，我们南部的相亲就是那么认真跟用心哈。艾多美公司的组织形态是采双向制、双轨制、无限带的连线，也就是所谓的全球一张网，一地注册，全世界都可以经营，跨国连线，无限希望。当然，积分也是全球连线的。昨天我遇到一个螃蟹的伙伴，他说，虽然我们是旁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大家都是透过艾多美的精神齐心合力。我跟大家报告，大家的关系匪浅。为什么？只要你上了销售大师，有没有参与全世界的18分红？他说你们做越好，10%我也有；别人做越好，10%你也有。所以说这是共享的一个理念。双轨制、双向制很简单。早在公元2000年左右的时候，美国直销协会已经统计过，每人可推荐的人数2.7人。也就是说，当你了解艾多美如何启动这个事业之后，你会发现
两三个人基本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你内心告诉自己两三个人没有问题，恭喜你，你已经奠定了成功的绝对基础。因为人很复杂，事情真的很简单，所以说有能力的朋友多推荐一些人。我陈建中在北部三十几年，我所推荐的95%以上全数都是基础以北，那大概是90几个，那剩下几十个就是零星的这些这个推荐啊，陌生的啦，就是这些很自然加入的朋友。所以说不一定要去找多厉害的人，很自然的就可以延伸你的伙伴。那艾多美是跨国连线的一个国际品牌，它不只是韩国公司，更是一个全球的事业体。我们的伙伴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等等地区都会有。8月8号，我也会到澳大利亚参加澳洲公司的开幕。下礼拜二我就到越南去看看、走走，也是第一次去越南。所以说，艾多美真正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机会跟公司。我说，台湾很小，世界真的很大。我们透过艾多美这个平台，透过这个奖金制度来让你拥有安置奖金，就是所谓的两边对碰的奖金，让你拥有领导贡献奖金、进阶成就奖金以及中心的补贴。那双向制的领取就是左边无限的延伸，右边无限的延伸，无限的业绩的累计。30万分不是你自己做的，也不用你去特别做，是因为我们的消费者无限代的累积上来，透过现在的 IT、 现在的超速电脑才方便跟简单做到这样的一个工程。那领导贡献奖就是所谓的全球分红20%，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从来没有看过一家公司愿意拿出公司的总积分的20%来跟消费者共享，这个是非常难得可贵的，难得可贵，这是我们董事长非常睿智的地方，以及慈爱之心的地方。那教育中心的补贴有6%，我在这边特别跟大家报告，艾多美公司不与民争利，很多纯传销公司外面也有花货中心，但是公司本身也在花货，那公司出去的货当然那个点数爬出就赚回来，艾多美公司全然没有。每一个人入会要不要填写各地的东西，要不要？通通要。所以说这6%是实质播出的，可以看到艾多美公司的对会员的信心，以及那么大方慷慨的给奖金。那奖金的计算是所有产品的点数的累积，就是所谓的刷牙、洗脸、洗澡、洗头、洗地板、洗碗盘、营养保健、美容保养。大众朋友，这个是不是支出啊？是。是不是开销？是。好，好像南部的朋友不觉得这个是支出跟开销哦，反应不是很大哦。那好，吃的、抹的、用的、擦的，是不是支出跟开销？今天我们把它变成收入，好不好？好。只有在哪里才有？艾多美。真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安置奖金它是采周结周礼，大师级的一个月基本上是领6次奖金，传统上班一个月才领一次，等很久，所谓的月薪族哈，老师有没有存款不足都有这种现象。艾多美每个礼拜都给你奖金，我有一笔奖金啊，2年多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进来。我上玫瑰的时候啊，有玫瑰特别奖金6-7万，我2年后才发现说哇，怎么会推你6-7万？
是不是公司发错了？所以在座朋友，公司不会错，哦，自己没注意到。所以说这个奖金呢，真的，当你成为大师级的，真的不要说收那个开销，花钱还没花完，钱就进来，根本钱进来，真的是每个礼拜通通进来就对了，反正哈，早点上名好，对不对？真的，大家想赶紧努力哈。所以说这个是很开心的哈，因为领钱很开心啊，对不对？下个礼拜又要领钱的哈。所以说在艾多美，真的简单的事情，只要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做，开心的去做。那会员等级就是依照30万分、70万分、150跟240，那再来就是600万分的领取，再来就是2000万的领取，再来就是最高多少万？5000万。照相有没有比5000万？有。5000万，我每天我的大编的都将近5000万，才短短的4、5年的时间。有一句话说，人生之所以精彩，因为奇迹不断。所以说，在座朋友来到艾多美，就是在创造我们的奇迹，对不对？真的。所以说，自然累积个人的点数，你就慢慢累积，慢慢消费，让你需求大的、看得懂的，那你就多体验一些产品吧。所以说，会员等级就依照你左边跟右边的消费的伙伴的总业绩去做累计，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大概它有一个所谓的正负比，正负比，那10000点的大概可以大概600-700块左右了，700块左右，那到30万点的大概你1800左右上下，以此类推。领导贡献奖就是所谓的每半个月领一次，大家不要，外面的直传销公司很多是一年领一次，大部分都是半年领一次。艾多美董事长，我们的普盘级创办人多大方，他钱留不住，半个月就要给你了，多开心啊，对不对？不用等一个月哈，所以说每半个月领导贡献奖就领一次了。那奖金计算是从月初的1号到15号，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6号到月底，很开心哈，每一个月多领2次的世界分红。所以说真的，进艾多美伙伴，有在进伙伴，你睡觉的时候都在什么赚钱？没有进艾多美伙伴，你睡觉都在想着如何赚钱，还差别很大哦。睡觉都能赚钱，跟睡觉在想赚钱是截然不一样的。一个叫做优质生活，一个叫做生存的条件。睡觉还在想赚钱，就是为生存而努力。睡觉还有钱进来，这个才是真正的优质生活。艾多美公司领导贡献奖金分7个阶段，这7个阶段每一个人都是从零开始。我刚刚开始有提到，我是业务有一点经验，我心想空降比较快，还是买的位置比较快，结果我说不行，那就是一步一脚印，一年一棵树，5年10年成森林。公司进来2014年的4月份，我自己又升上了销售大师。所以说销售大师并不难，难的是你不了解，你不清楚，你不明白。等你有一天你清楚了，你明白了，你了解了，你会觉得真的不难，而且可以说很简单。第二阶钻石大师，只要你自己完成150万分左右各2个销售大师，因为你成为销售大师，你的朋友看到你也是销售大师，他也想上，你自然
而然就会上钻石大师了。所以说公司进来三个月后我才成为销售大师，所以说早上晚上都会上，只要持续努力不断一定会上。刚刚讲销售大师个人要70万分的累计，左团队的消费者，右团队的消费者要各累积到250万分。董事长吴汉奇有特别针对销售大师做过电脑超数据的演算，也就是说一个合格的自动型销售大师大概在2000美金左右，这样子让一个人有心参与的人，他就会全心投入，或是不用离开你原来的职场，你也可以兼差，也可以上销售大师。所以说这个是经过大数据的统计，绝对是奖金营艾多美的朋友跟伙伴，平均大概2年左右就有可能会上销售大师。当然有的快的半年、1年就会上，慢一点的可能会2、3年，那平均下来大概2年的时候，可以一个月5万、10万。大众朋友，请问对我们南部乡亲很多的家庭有没有帮助？有，肯定很有帮助。没有喊打出来答案出来的没关系，还有更高的钻石大师。钻石大师刚刚提了个人150左右，两边各2个销售，你就是钻石大师。钻石大师平均收入10万到20万，有没有更能满足家庭的需求了？有，还剩一个大一点哦。所以说真的只要持续不断，10万20万指日可待。在台湾一个月领10万20万已经算蛮好过了，不满意没关系，还有什么意见？那么小声，玫瑰大师，你看我们外聊中心长一家好人，自己是玫瑰，妈妈也是玫瑰，真的在座的朋友，玫瑰大师真的让你组织已经全自动化了，左边2个钻石大师，右边2个钻石大师，请问这4个钻石大师是一定要你找的吗？不用哦，不用哦，或许你命好，哎，左边已经有2个钻石大师，右边再经营2个，你就可以成为玫瑰大师。玫瑰大师的平均收入200万到400万，200万到400万哦，在座朋友年收入哦，这个是很精彩的哦。好，如果玫瑰大师还觉得钱不够，那还有什么意见？星光大师，左边2个玫瑰，右边2个玫瑰，你就是星光。星光的年收入平均400万到800万之间。大家朋友，一个年收入的家庭大概有5、600万，请问开不开心？开心。很满意了吗？满意。好像不是很满意哦，没关系，还有下一间，就是我们的皇家大师。我们今年台湾预计会有几个皇家大师进来，那皇家大师通过团队伙伴的共同努力，左边2个星光，右边2个星光，我也很想要，有机会有机会哦。好，今年啊，所以说在座朋友，皇家大师真的真的已经是年入1000万以上的话，1000万以上。那王冠大师呢？那更精彩了，2个皇家，年收入2000万以上。珠宝大师目前我们总部韩国总部有3个，那这3个的条件，我相信都没有在座的乡亲来得好，他们都可以成为珠宝大师，只是透过时间的累积跟堆叠，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上的中网年收入大概3000万以上，哦，一次性奖金还不算哦。
所以说成就晋级的奖励，公司知道第一位接的销售大师最辛苦、最劳累、最付出、最需要东跑西跑，所以说给你一盒黑魔力，补充体力，对不对？精神100分，吃起来还好、哦，身体健康。那当然，身体健康可能别人看不出来啊，要不要感觉有点干干净净、有点亮丽的感觉？那就是我们的清洁四件组以及六件组。哎，观众朋友，这四五年来还没有上市我们六部曲之前，我也使用了六件组。观众朋友，一个巴掌的年纪，这样的保养还可以吧？53岁看起来就像35岁，肯定的，我当最可爱的。53岁还没到，有一天很快就到。在座朋友，当你成为钻石级的伙伴，你就需要来去关心、关怀你的这些消费群、这些消费者。公司多送你一台平板电脑，越晚上的越幸福。早期上的是一台 notebook 很大很重，2公斤，现在是小小的，哇，多方便啊，带着到处跑哦。所以说越晚上的越幸福。那当然就有什么，还有这个旅游券哦，还有什么这个玫瑰，还有旅游券，还有海外旅游哦，这个很开心的哦。海外旅游，我想国人不陌生。在艾多美可爱的地方是你不用花一毛钱，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开开心心五六天，真的哈、哦，人生是非常幸福的。星光大师昨天总经理有宣布，我们这次星光大师韩家族30几个人会到长江三峡坐最高等的6层楼的游轮，我也还没去过，很期待哈、哦。所以在座朋友，真的现阶段真的是我们很好的机会。那还有一次性的奖金哦，这个非常精彩的。那皇家大师不只有旅游，不只有奖金，还有配车，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卡？信用卡哈、哦，讲很大声的，很快就会拿到。在座朋友，这个真的是哈、哦，是你的卡哦，哦，你可以拿来刷的，有限额的，不是黑卡无限哦。好。皇冠大师，哇，车子更大了，第二部车，更多的奖金了，一个皮箱哦，听说上千万哦，今年台湾可能会出现皇冠大师，我们都等着看哦，很快看到那个上千万的现金哦，那还有一张信用卡哦，这个很好用哦，请伙伴吃饭，请伙伴有没有居住饭店哦，都不用自己花钱，多好。哇，最精彩的是什么？尊王大师，尊王大师不只有车更大，还有什么办公室，还有什么秘书，男的当然会请女的驾驶，女性的朋友要请一个可以当保镖又有好技术的驾驶，好不好？好，想到就睡不着，大家朋友真的了解艾多美，知道艾多美，相信艾多美的睡不着，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的人永远睡不醒，很可怜哦。要睡不着比较好，还是睡不醒？当然睡不着比较开心嘛、啊，对不对？给开心的自己鼓励一下。交通公司的补贴刚刚有提到哈、哦，公司是完整的100%提拨出来。这么良善的公司，真的只有我们的创办人普韩吉知道，民之所欲藏在他的心中。所以说，真的百年难得一见，千年难得一遇的董事长，真的是非常难得可贵哈。所以说，在座的乡亲朋友们，我们是最幸福的，也是最有福报的。当然，通过艾多美的事业的特点就是所谓的会员的独享，主动积极的消费，因为好用便宜，当然消费者会自动上门，物美价廉，那回购率因为好用便宜嘛，自然用完
还会再买。公司的背景真的很不一样。那退货率，我想是很多做生意最怕，卖没有问题，收账是问题，退货更是问题。艾多美没有这些问题，一千的不到两个人，而且还包括订错货的，像我常常也会订错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公司，真的是让我们换个品牌，哪一个品牌？艾多美，换一个优质的人生，把家里过去以往开销支出变成收入所得，花你原来在花的钱，赚你原本就赚不到的钱，只有在艾多美。艾多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流通枢纽，从零到有，从零到应有尽有，掌握这个先机，赢在这个起跑点。尤其我们是华人的第一站，很快的时间，中国大陆即将启动，一个中国大陆的县市都可能比台湾的人口还多，可能比台湾人口还多。所以说，真的心怀希望，永远不要放弃。那艾多美到底我们要拥有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他的一个推广者呢？就是一个绝对体验产品的消费者，产品好又便宜，家家户户人人每天都需要的产品，没有不用的道理，对不对？真的。所以说，当你是一个专业的消费者，有一天你就会站在台上和人跟别人分享你在艾多美精彩的故事，你在艾多美奇迹的故事，你在艾多美照顾别人的故事，好不好？好。最后还是祝大家，只要三五年不放弃，将来必定成功。